卡丘会唱歌吗？就是可以可以。我觉得没有那个不要剪掉，因为我觉得刚刚我的那个气势不够哦。再一次啊，被来宾压过去。五四三二一，来，欢迎收看，欢迎收看娱乐超时刻。好有默契哦，主持人好有默契哦。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好，各自干。是我要开场，你那边给我 Q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五四三二，来，欢迎收看娱乐超时刻。当主持人是过瘾，还蛮爽，蛮好玩的。对，好了，换回来。大家上面看到的不是 NG 哦，是因为两位来宾自告奋勇要当一下主持人。没错，你觉得当主持人感觉怎么样？真的很辛苦，很辛苦。你们辛苦了。不过还是要很正式的欢迎今天的 Skr 大来宾，金曲歌王歌后许不凯、曹雅文。今天来到娱乐超 Skr， 想问两位一起做过最 Skr 的事情是什么？要讲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，就是我其实我们要很谢谢寇赏帮我们哦，引荐二姐演唱会加。哎，这个很厉害，这个很厉害，电视市场，然后我们有在 DVD 里面。对，这个好，哎，等一下，麻烦那个雅文，刚刚那句话再对着镜头讲一次。我们有参加连续十场江蕙二姐的演唱会嘉宾，而且还有收入在 DVD 里面。哇，接下来要进行一个真心话大考验，没错，如果没有讲真心话就会通电，而且像那个发电机啊的电量足以供给整座民视大楼。好啦，到底两位问完了之后是会友谊长存，还是就此分道扬镳？这么奇怪哦，经纪人有点紧张。好想知道。好 ，OK。Skr 真心话第一题，如果以交往为前提，两位会给对方打几分呢？我们在交往吗？啊，对。哎呦。我们一直都在交往，交往十几年了。刚刚是认真的公开讲这件事情。不是啊，我之前真的太常在路上被问到说，哎，你老公呢？不管是不是粉丝，就是路边摊的那些卖东西的一些大哥大姐姐都会问，就是比如说包槟榔的阿姨啦，包槟榔宝宝说，阿弟有这会说，所以你是说去买槟榔的时候，哎，我不要买槟榔，不是，我买结冰水，买结当然结冰水啦，然后那个我槟榔是老师买过嘞。你知道有时候歌王那个工作比较辛苦，他要去开连结车。可是观众，我刚刚问完题目到现在，他们都还没有告诉我打几分呢？好，第一题，来，满分几分？满分十分，我们请雅文先告诉我。好，十八。好，我们先问一下富凯打几分？十分。十分。为什么会给徐富凯打？十分再加八，超过哎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的缘分太奇妙，缘分天注定，我很相信缘分的这个情，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吵归吵，但是真的感情跟默契，床头吵床尾和啦。那我就直接问了，如果之前像富凯可能进去讲的时候，你对他的话是什么话？hold 住，忍住。我是用行动去表示。他是个非常异常冷静的人，真假的？所以你没有安慰他？没有，我是直接给他拥抱。所以当场就从椅子站过来这样讲。现场，对，我说现场，直接把我摇醒。不是，你可以的。把我摇醒。我说你也不管典礼在讲座有没有，他进去就是有问题了。全架走啦。Skr 真心话第二题，请问对方跟你讲过最狠的一句话是什么？熊熊哎，吉固哎，我没有突破你，我很少突破你，我没有突破你。是真的有一次我去拍蔡佳玲哥哥的 MV， 这样，我就在那边整理一下自己的东西，然后他就看，他就跟我打招呼，他，你给他想啊，你现在装好平，是二度，现在是二度。然后在旁边一直讲，怪，因为他远远走过来，我想说这个人怎么歪啊？你以为第二题就已经很伤人了吗？我们要问第三题更伤人的，有更伤人的。Skr 真心话第三题，请问是对方喝醉会变成什么样子啊？要羞。我记得有一次是你后来我隔天他告诉我的，然后想说，因为我完全忘记到底谁送的。隔天谁我怎么会这么回去的？而且他说：“你知道你昨天在干嘛吗？”干嘛？就开始你知道腋下都湿了。我说：“我昨天到底做了什么事？”他说：“
你昨天一直在叫我怀。啊！对，然后你看，你昨天一直赖在傅凯的怀里，我完全忘记耶。一般都是我赖在他怀里比较多。那傅凯嘞？傅凯喝醉会变怎样？他就会乱抱人，然后乱亲人，他就这样。像我们喝了一点酒啊，虽然那个过程就是我还是清醒，我知道我要干嘛，只是我变得比较热情一点，对，他变得热情，然后开心啊，我开始会注意他，因为你要保护他，对，我就跟他说好了，走了，差不多了，嗯 ，hold 住，我说我不要，对，他就是这样子，他就这样子，对，我就开始很震惊，说可以的，他你控制一点，你现在什么样子？答应好没关系，答应好没关系，大家都很熟，很熟啊。今天好坦诚公开，雅文跟傅凯呢，其实最近已经在我们台湾那么旺升级成为评审老师哦。以前是要被评审奖品嘛，被打分数的，现在是帮别人打分数，还是要来考一下评审老师。娱乐超时刻没有那么简单，今天呢，这四个是四道题目 ，R&B 版呐，哈，重金属版呐，对，歌仔戏版，你抽到什么版，你就要用这个版本唱出去改变的歌。先抽一题，好。你先自己打开，雅文先看，先看雅文抽到的是，你最会了，来来，你公布一下，请用卡通声调演唱，耶！那我们就用美少女战士的，可以？不，美少女我知道，还是皮卡丘的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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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皮卡丘会唱歌吗？可以可以。皮卡皮皮卡。金曲歌后可以可以可以用皮卡丘唱自己，你唱完了吗？可以多听几句吗？因为不是那个，要不然用跳力眼镜的皮卡丘唱看看。我皮卡皮卡皮皮卡，好棒，我有点喜欢呢。我觉得很好，就看起来很紧张。哎，我真的好，我可以把好感谢你啊！真的，现在疗愈对不对？我现在点击率冲高。而且我要想把它收来当那个来电铃声。对，许不凯你不能输这个对。哦，歌仔戏。好，请用歌仔戏的方式演唱。寡喜啦，寡喜。歌仔戏要什么重点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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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休假寡人干。为何你本本心袂定？等等等，好顺。我想一下啊，我听你听你的入心。哎，下一句什么？你爱我，你爱我，爱我就认真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所有爱唔着人啊！哎，咱你哪里听得懂？咱真是爱唔着人诶，真正嘛，拢是为着甲适合的人欢喜。好了，有考到两位，有考到一位，有考到哎，真的很累，很累，哎呦。哎，说实话，上我们节目跟当评审哪一个比较累？当然是当评审了。最后，对我很重要的任务，请两位各大领帮我们在签名上签名。为什么要签名呢？因为接下来线上的观众有福咯，只要看到我们在那个脸书上名师娱乐的脸书以及 YouTube 看到的名师观众朋友帮我们分享之后在下面留言，就有机会获得许不凯跟曹雅文的亲笔签名 CD。留下你对傅凯跟雅文最想说的话。对，今天谢谢两位斯克大来宾，谢谢傅凯跟雅文，还有每周六晚间8点，敬请锁定我们的。